先把舞台交给来自北京的刘钊和孙超。刘钊孙超在北京啊是非常火的青年演员，而且对，别这么说，可以，我们是属于全国来讲。哦，是吧？他们的相声的名字都是 ABAB， 比如说他们之前有公司公司啊，前任前任啊。今天带来一段什么样的作品？我们也是来哪段的吧？科学科学吧，好吧，新创作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刘钊孙超。听到这么多热情的掌声，真是非常的兴奋。是是啊，刚才这个英俊也介绍我们了，叫刘钊和孙超。对，今天有点不一样。怎么着？因为马先生坐在中间。那是啊，得让他记住咱们两个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样把我们的小名也介绍给您，好不好？您这介绍的够全面的。那当然了，可以说一说。我叫刘钊，他叫孙超。对，我小名叫佳佳。哎，他小名叫李志刚。我对他，这不一样啊。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？啊？我叫孙超，小名叫李志刚。你看，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，就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？他这名他与众不同，那有什么用啊？磅礴呀！嚯，您瞧瞧啊！哎，给段相声也做了精彩演出。是是，你能感觉他们有点紧张吗？那是，咱俩不紧张。咱怎么着啊？尤其我不紧张。您为什么呢？我科学家，我见这场面这太多了。您是个什么科学家？咱从头说啊，因为今天的观众都太年轻了啊。你知道我哪年高考吗？啊，98年，98年啊。哎，98年高考时还没有扩招啊。哎呦，哎，我当年考了760多分，当然是760多分，考760多分。哎，对，啊，太厉害了！你考一回试，人家欠你10分，你看看，考秃噜了。考秃噜了啊，秃噜出来10分，哎，秃噜出来了。啊，您这科学家不一样。哎，那当然了。你想这种成绩，当时啊，我北京人，清华啊，首当其冲啊，对不对？理科全中国最好的，然后大家知道的，天津的南开啊，哎，对吧？还有香河理工，香港理工。哦，咱说明白了啊。哎，对，香河理工干嘛学一个机械烙肉饼？香港理工，香港理工大学，对对对，香河理工，你应该去那儿，你那就业就是解决了，那算是，哎，就是瞧不起我。真的，当时你想，我4年本科，然后留校查看。对了，不是，咱们别把实话秃噜出来成吗？留校任教，咱说明白了。哎，然后就是研究生，然后硕博连读。好，现在是一名博士后啊，就是博士后吧，博士后。和您这几个称谓能背下来就不容易，我感觉。挤兑我啊？是不是挤兑我？什么东西？挤兑我？挤兑你？我现在我想殴打你！我现在，那什么奇怪的说话方式？挤兑你！我天啊！这样吧，我说几个我们这个研究成果啊，因为我毕业也有些时日了啊，最近的应该说工科有些小建树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好吗？第一个项目啊，智能汽车啊，真神奇，能互动。我听着都信，什么叫能互动啊？比如啊，我往车上一坐，想听歌了，直接说啊，怎么说呀？哎，往车上一坐，佳佳佳佳，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啊，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，是吧？是这么理解吧？是吧？哈，是吧？你不叫佳佳吗？完了，汽车想听歌，汽车喊你佳佳佳佳，我想听歌了，你说行，那我上来给你唱一个吧，是吧？我有病啊！啊，你要正常，你不能研究这玩意儿。咱说是，佳佳是小名儿，是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。哦，就是您的意思，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。对，哎，真单调。往车上一坐，佳佳佳佳，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。啪，小城故事多。我天哪，这佳佳岁数也不小了，这佳佳。哎呦我天，这是老家家了，这是。别说这，你想听什么？我听新歌啊。什么歌？周杰伦唱那个叫什么？叫某一头。哎，没问题，听新歌。对，你往车上一坐啊。李志刚啊，到我了，这是。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。你看，我老觉着我要给汽车演个节目。啪，来杯某一头。这个还是家家唱的吧？这个哈。啊哦，你看这个调我听着很熟悉啊。这个我就举这个例子啊，最核心的啊，什么技术啊？导航。
导航，我们的手机也能导航啊。咱们大家那个手机导航 啊有个大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没情绪。不是，什么叫没情绪啊？比如说哈，前方50米右转，请提前并线啊，就完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就完了。我开过了，他给我出主意啊。已偏航啊，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。前方路口请掉头。就完了，这挺好的。没情绪啊，不能让你长记性。看你那个导航要让我长点记性。哎，同样的内容我这不一样。前方50米右转啊，前二点啊，该并线并线，差不多呀。提前并拐，完了，过。哦，这就过去了，这就过去了吗？那过去了怎么办呀？前面掉头去吧，你能怎么办？你可真够有意思，你太逗了，你这人。我问一下，就是你是给你爹塞车里了吗呀？这怎么说话呢？我这个语气我听着很熟悉啊。让你长记性。是我太长记性了，我出门什么没干，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。这下次你不走错路啊。是不走错路了啊。这是交通领域，医疗卫生也有涉猎。嚯，您还什么都霍霍，你瞧瞧啊。这话说的。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。嚯，这个好。好不好？这个好。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的。对。考考你啊，纳米知道吗？啊，纳米。纳米就是，就我来讲，我好像是吃过一回，有一回是吃过。纳米是一个单位。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呀？他应该跟我不是一个单位的，他应该是，因为我们单位门卫啥我都认识，但是大家都笑话你了啊。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。哎，对不对？大概也就这么长吗？大哥。这个叫纳米啊，我要没记错，这个叫一米吧？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，把它插心脏上，哈，你知道就是国外他们写就是那个什么吸血鬼什么都是这么定死的，你知道吧？能互动？不，这怎么互动啊？你只要一说啊，小，嘣儿变这么小，啪放进去了。对，别人一喊大，噗，我死了。哎呦我天，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？这你还搞科学，你有点不要脸了，我告诉你，稍微有点。哎呀，这不吴承恩明朝就那不西游记吗？那不是啊？什么都不懂，我太不明白了，我天。他呀只能识别你的语音。和指导你的生活。哇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比如说哈，大家不知道，孙超是单身。嚯，您瞧瞧尤其快到夏天了，喜欢看这个大街上的女生啊，一看一看这不错呀就是看见就高兴吧，这咱说就是。起搏器都提醒你啊，他喊我了，李志刚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不要再看了，我都扛不住了，你不要再看了，我都扛不住了。那个、起搏器你扛不住，下回能小点声吗？你稍微呢？但是我这点事儿都让你给我散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您不这么大声，没人知道啊。好。但您这暴露我隐私。暴露你隐私。对了，换一个，智能马桶。哎，你不觉得离我的隐私更近了一些吗？这个不一样啊，这怎么着啊？能互动。呵，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，这什么可怕的？我怕我聊不过他呀！我上完洗手间以后，李志刚，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个小名吗？他们，李志刚，你上火了吧你？你吃点清淡的，你吃点白菜豆腐什么的。行了，我吃什么？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？我天哪，我活得太没有尊严了，我也。指导你生活呀，这不用它，这东西还有很多贴近民生的，您这都没用。比如说智能老鼠夹子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会说话啊，夹住一会儿，啪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夹住一只，又夹住一只。是那玩意儿，你夹下一个，这个不放了吗？这个一下雨会自动关的窗户啪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关上一扇，又关上一扇，就是把那个老鼠夹子安玻璃上，就这意思，就是。最高端的，智能墓碑，让坟地不再寂寞。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地方还是寂寞一点好呢，还是说你这边扫墓这边新下葬的还会说话这怎么说呀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新来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。我去你的吧。好，谢谢，来，快请回。